酒将通高价后，这个老酒啊，终于通了自己的高价。我也早就跟他说过这个问题，我这几年交通也得益于我的高架桥快速路，所以啊，我现在的交通健康指数是中部第一。他的庆祝宴，我去。哦，老酒也通了高架桥，看来他还是要抢在我们前面呢。在市区吗？没有，是从收费站到庐山的索道站。好吧，给我准备一份大礼，我给他送去。老九啊，才第一条高架，他应该知道我现在有七条高架在建了。算了，康康，他的庆功宴你去。干哥，不好吧？我代表你去，他应该会生气的。能生什么气啊？啊，他有那么小气吗？我跟你说，第一，我的高架桥太多了，我去了他膈应。这第二吧，你去年不是通了高架吗？那你去跟他呢，有更多的话题，你去最合适。